高啊。哎，倒数。其实我分散一点啊，除了拿了特别新能的，不要被恐。作为一个远程，你被恐走，肌肉爆发被恐过也很难受的。用只毛去三角。注意脚下。Miss 准备走位。哎，跟紧大团一定不会掉队啊！我有移动速度的加成。回位之后看三角位置，准备下一次，然后先分散，准备群区，跟我们走开。三角有圈去吸了，赶快注意技能。毛去三角，被吸圈，吸圈，我吸一层反，哎，不错，没错，挺好。然后恐惧准备分散，全五秒钟。然后下一次锁剑去三角，哦，这圈吸一下，扯飞小圈圈，扯飞你别吸，没关系，近战的。那扯飞你别吸这个，哎，这是那个战斧坦克，战斧坦克，这是物理一伤，扯飞，准备走 miss， 准备走 miss， 你不能吸这个的，你可以吸魔法的，物理一伤扛不住。我有移动速加成，跟紧我，来三角。你今天身上有 dot 吗？战斧前应该是没有的，那你自己看一下，准备驱散。空了，别空了，别空了，不要恐坦克，就把圈吸了，就把老血放满来。没事，吸完了，吸挺快的这波。其他时候也没有什么治疗大压力，准备恐惧啊，下一波圈十秒。boss 可磨叽，好，看吸圈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先开始有点疼了，嗯，没有去三角，这是，先分散，下一波圈五秒。先三分钟，这时候身上有五六层圈的，没有部分形态的就不要吸了，或者有部分形态的，小心锁链三角来了。有部分形态的也等到消到三四层、两三层了下去，准备跑雾。好，跑雾阶段你要掉队了就没有加速了，所以我推荐你们还是先跟着我跑，你在我身边就有移动速度加成。还可以加三角位置，要跑锁链了，五秒钟。注意减伤。然后远程还有一个圈要吸，这个到时候我来吸一下。站里有的话来。这是。后补自己的血，看一下，注意一下。去吸圈，在 boss 的左手边。好，去去。
我给坦克留个战斧吧，那个洛克先在地下躺一会儿。哦呦，好疼呀！迷雾准备，准备跑，准备跑黑雾。走。然后走。六啊，马上坚持一下。OK， 分散吧，老陈战斧起来。或者战斧三光也可以，你们能战斧到谁战斧到谁，准备转阶段，锁链去三角，锁链去三角，锁链去三角。这个小心，你们没有那个免疫的，不要站在三角那个区域啊，会被刮死。准备转阶段，留下爆发啊，准备转阶段。我们是没有开视觉吗？对，现在开。开到手，开到手。OK。对眼距离嘲讽，你现在嘲讽什么无敌嘲讽呢？吵起来。来打。嗯。要都打吧，不会有人掉血的。没有牧师，信仰之之月拉一下他，拉一下。别让我飞尸，很好，一战无敌嘲讽，一战箭在嘲讽，给一战走得很安详，一点痛苦都没有，一刀秒，啊，有难 boss 啊，两把。